陈赫、张子萱近期爆料不断。2月24号，网友在上海长宁区民政局碰到了陈赫和张子萱，主持人朱桢也陪同前往疑似领证。今年过年的时候呀，张子萱被曝还陪陈赫回福建老家见了家长，看来疑惑陈赫家里接受。此前更有爆料称，陈赫带张子萱坐产检，但一系列的消息都没有得到官方的回应。近日，张子萱独自现身机场，穿一身黑装，身材依旧苗条，似乎并未见到任何怀孕迹象。